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来聊一个话题，就是大家在20岁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，然后20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。那太离谱了，那你不能随便说。你会吗？我觉得你没谱了。哇，美女，对啊，姐留长发吧，想看。哎，现在穿这一身走在大街上都很时髦的。我小的时候暴露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从5年前的某一天，突然就一点肉都不想露。5年前才开始收敛，对，才收敛，就突然就不想露肉了，就觉得不想露肉了。我要是那个时候是你的女同学，你会追我吗？我会。啊，好开心啊！就是怕，因为我比较怕那个暴露的。哦，那我因为你不暴露。